妞妞，我们今天要来做雪 Q 饼，因为有观众叫妞妞做雪 Q 饼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试试看。所以我们上网 Google 了一下，然后大概知道怎么做，但是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，所以材料有这些。这些就是正常的材料，这个是祈福饼跟蔓越莓果干，或是你们想要一些核果也可以，棉花糖、奶油、杯子、碗、盒子，这是我祈福饼干想要换掉，想要换成这个点心面的泡面，它是这个球的。我还要加一个东西，就是豆豆。少了一样祈福饼干，多了两样东西。我们今天来做正常版本跟妞妞想要做的版本，这些材料，我就开始吧。好像我们先倒入一包棉花糖下去。我们棉花糖可以隔水加热，也可以微波加热。那我们用微波加热比较快。微波 start。我们加500瓦，50就是500瓦。放进去喽。有没有很专业？有点软 Q 了，可能还要再一下下。我们用错了，要就把饼干挤碎挤爆。挤碎的饼干放在这里碗里，稍微折一下，不要太小。然后在旁边切奶油，大小又不同哎。我们这里有30克奶油，先把它融化掉。哦，哇，已经整个融化了。奶油都已经融化了，哇，太酷了！再热个20秒。哦，好香，香香香！看看，哇，超蓬！一些果干差不多这样，多一点才好吃哦。各位小心这个不要放进去哦，太多了啦。差不多是这样吧，放到这盒子里了，虽然盒子有点太小。啊，粘住你！失败了吧？只能这样再加热一次喽。我们第一次做水这么长。啊！因为有棉花糖的关系呀，钉子。啊！可爱，可爱。Oh my god！ 两块钱就是半包，都要冷掉了。拌的过程可能饼干会被再压碎一点，所以卷饼干真的是不建议切太小，像拔丝起司一样哎。嗯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台湾果干棉花糖啊，舌头倒在纸上，出来，嘴巴出来，来，哎呦，把这个纸对着，它才不会粘我。好舒服啊，这样对着对着，再对着对着对。有的话用擀面棍擀一擀。待冷却之后，我们把它切了之后就可以吃了。打开先，盖起来。启动。好了，冻结好了。现在换棉花糖，棉花糖，棉花糖。我们现在要把什么玩意儿？休闲丸子，好，休闲丸子。喵。厨房没有，称几个，自己随机。嚯一嚯，还有个棉花糖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掉下去了，掉下去了。
我们碗太小，最好拿一个碗大一点。扣啊！倒下去就好了。啊！我还是加奶油了，完蛋！我感觉还是会成功耶。我们把它硬的、冷的就可以吃了。我们决定带回家冰，因为这里没有冰箱。好了，我们就等明天喽。已经冰好了，凝固了，现在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成功。我们后来冰到冰箱，哇，这块不会耶，这块好成功啊！忘了加奶油的那一块，就粘住，而且很软。接的时候要请大人帮忙。哇！来试试看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哎！吃起来像牛轧糖，可是比牛轧糖美。中间饼干酥酥脆脆，又不会太甜。嗯，虽然这块没有加奶油，有点黏，但我们吃吃看。哇哇，这饼干仔好好吃哦！这是它泡面版本。把这都切块放在盘子里面。我们两个口味都切好了。泡面虽然我们忘记加奶油，但是还是很好吃哦。虽然步骤有点乱，可是成功了，而且好好吃哦。我喜欢噔噔噔泡面口味，因为这泡面中间中空的很好吃，吃起来口感像酥不一样。这种是一般的，也是超级好吃的。这个可以过年包起来送朋友，不错哦。然后自己吃也不错，做法就超级简单，小朋友做得出来。可是切的时候请大人切，可以发挥你们想象力加不同的东西哦。也许洋芋片可以哦，洋芋片可以当它的那个基底，大家可以做做看，很简单又好吃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个赞。还没有订阅 Nia TV 的人，拜托订阅我。还有，按下小铃铛才会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Nia TV 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。Nia还有第二频道叫做Nia常识矿，这里面订阅，这里锅里面可以看。拜拜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